于112年3月25日6时32分，发生在本市大里区永隆与永隆区街口之交通事故。经查，李然驾驶自小客车，由永隆路北向南行驶，至肇事路口，因闪避右侧驶出之重机车，失控向左撞击永隆路446号之商家，其驾驶之及车上之2名乘客均受伤送医。警方对驾驶实施酒测，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之标准值。OK。